The following video. 接下来的视频模拟了一场悲剧事故。事故地点是我们在科威特的一个钻机。请认真观看视频，并仔细听取其中的内容。我们希望每一位员工都能安全地工作，平平安安回家。对于已经发生的悲剧，我们无力改变结果。 但我们却可以尽量注意安全，为我们自己以及家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请在举行安全会议时对此视频展开讨论，并思考您会如何处理。 2008年7月27日， 776号钻机发生了一起悲剧事故。776号钻机副司钻阿哈迈德·卡西姆·阿哈迈德跌落受伤。由于伤势严重，阿哈迈德于2008年8月1日去世。我们把发生在该钻机上的悲剧事故制作成视频，具有重大意义。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了解事故，并防止再次发生同类事故。零伤亡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竭力实现这个目标。同时，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提醒大家，稍有疏忽，我们就容易以不当的方式进行工作，并且不断犯错，最终酿成悲剧。事情是这样的。 今年7月27日，在我们科威特的一个钻机上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，造成了人员伤亡。我们很不幸地失去了一位队友。意外发生在凌晨3点左右，工作人员当时准备在平台上检测一台规格为13.58的15000PSI 放喷器。 白班队长和夜班队长交接时曾提到过，要使用起重机进行操作。然而，当防喷器准备就绪时，起重机操作员却不在位置上。于是，夜班队长决定使用合规的动臂设备，把检测接头装到防喷器中。但是，动臂长度不够，无法将检测接头装到防喷器中。 夜班队长就让焊工在7.5规格套管一端的30英尺位置接头中切一个孔，装入起吊设备，然后使用新装的起吊设备，而不是合规动臂，将检测接头装入防喷器。但是，即便采用这种方法，吊臂的长度还是不够，设备碰不到检测接头顶部的起钻钻具护丝。 于是，他们决定用皮带把起吊设备捆到检测接头靠下的位置。他们这样把检测接头吊到了防喷器内部上方位置。由于受到管道角度的限制，只能做到悬挂，不能完全下移。他们决定用吉尼升降机把副丝钻和相关物品送到防喷器顶部。 当吉尼升降机被送到防喷器顶部后，副司钻决定离开吉尼升降机，爬到防喷器顶端。他把检测接头放到中央位置，然后夜班队长向叉车操作员发信号，要求降低检测接头的位置。 检测接头下降时，套管击中了副司钻的头部，把它从防喷器的顶部打落到地面。副司钻断了9根肋骨和2节脊椎，大家把它送到了医院。
但他还是于今年八月一日离开了人世。Close friend, my close friend. 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，他人很好。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跟他说过四五次，不要用叉车，要用起重机。起重机半个小时就到位，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？现在四点钟了，会有六个起重机操作员过来。This tragedy, 这对阿哈迈的家庭来说是个悲剧。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我们都会陪伴他们。同时，这对于我个人，在这个钻机上工作的人们，以及整个公司，也是一场悲剧。这次事故更严肃地向我们敲起了警钟。调查表明，我们都太自负了，没人认为我们会碰上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在太多方面犯下了错误，操作流程、领导管理、跟踪管理体制、跟踪运作安全管理与操作流程。安全终止操作可以拯救生命，每个人都必须明白这一点。这次事故警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运作管理方式和人事管理方式，同时也告诉我们要严格安全操作，保护生命。运营安全管理是直线管理的一项直接功能。如果管理不当，每一项任务的任何操作人员都有责任要求安全终止操作。主管人员有责任表彰提出安全终止操作的员工，并于再次评估后停止操作。请大家从事故中吸取教训。谢谢收看。上检测一台规格为13.58的15000PSI 仿喷器。白班队长和夜班队长交接时曾提到过，要使用起重机进行操作。然而，当仿喷器准备就绪时，起重机操作员却不在位置上。于是，夜班队长决定使用合规的动臂设备，把检测接头装到仿喷器中。但是动臂长度不够，无法将检测接头装到防喷器中。夜班队长就让焊工在7.5规格套管一端的30英尺位置接头中切一个孔，装入起吊设备，然后使用新装的起吊设备而不是合规动臂，将检测接头装入防喷器。但是即便采用这种方法，吊臂的长度还是不够，设备碰不到检测接头顶部的起钻钻距护丝。于是他们决定用皮带把起吊设备捆到检测接头靠下的位置。他们这样把检测接头吊到了防喷器内部上方位置，
由于受到管道角度的限制，只能做到悬挂，不能完全下移。他们决定用吉尼升降机把福斯钻和相关物品送到防喷器顶部。当吉尼升降机被送到防喷器顶部后，福斯钻决定离开吉尼升降机，爬到防喷器顶端。他把检测接头放到中央位置，然后夜班队长向叉车操作员发信号，要求降低检测接头的位置。检测接头下降时，套管击中了福斯钻的头部，把它从防喷器的顶部打落到地面。福斯钻断了九根肋骨和两节脊椎，大家把它送到了医院，但它还是于今年八月一日离开了人世。Close friend, my close friend. 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，他人很好。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跟他说过四五次，不要用叉车，要用起重机。起重机半个小时就到位，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？现在四点钟了，会有六个起重机操作员过来。This tragedy, 这对阿哈迈的家庭来说是个悲剧。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我们都会陪伴他们。同时，这对于我个人，在这个钻机上工作的人们，以及整个公司，也是一场悲剧。这次事故更严肃地向我们敲起了警钟。调查表明，我们都太自负了。没人认为我们会碰上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在太多方面犯下了错误，操作流程、领导管理、跟踪管理体制、跟踪运作安全管理与操作流程。安全终止操作可以拯救生命，每个人都必须明白这一点。这次事故警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运作管理方式和人事管理方式，同时也告诉我们要严格安全操作，保护生命。运营安全管理是直线管理的一项直接功能。如果管理不当，每一项任务的任何操作人员都有责任要求安全终止操作。主管人员有责任表彰提出安全终止操作的员工，并于再次评估后停止操作。请大家从事故中吸取教训。谢谢收看。